贾静雯日前参演《陆纵乘风2023》，因为冻龄外貌引起大批网友关注。近日就有网友捕捉到贾静雯一身高叉旗袍的装扮。只见贾静雯前往录制节目，穿上一身全白旗袍。当她看着粉丝拿着相机守候她，她也向大家挥手打招呼。而贾静雯旗袍的开叉设计让她大步往前走时，一双大长腿一览无遗，粉丝看了都忍不住惊呼好美。贾静雯蜈蚣的旗袍造型影很大，我的眼睛有福了，贾静雯是我的，你们不能看。美神降临，贾静雯超美造型搭配完美体态，引起网友们大赞。不一样。